嘴，不好意思。那个灯光老师，我的头顶可以煎蛋了呢，很烫我的头顶，两个荷包蛋哦，很亮耶，台上。好，那开心的时光总是过得非常的快速哦。那我们要唱今天的最后一首歌。啊，如果你们等一下想要找阿狗拍照，就找阿狗拍照。好，那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，哎，不对，等一下再说。我先重新介绍一下我们自己。我是苏菲，我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。在我右手边的是我的鼓手苏毅了，他也是来自台东都兰部落。那他有另外一个头衔叫做光头王哦，没有啦，开玩笑的。没错，对对对，对，他是王子，是他是他的爸爸是头目，对，所以我们都叫他王子。对，好，那我们有一个乐团，那叫做马番纳乐团。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有去参加过海洋音乐季，那我们很。也不是说很幸运，我们很努力的跟很厉害的前辈们，或者说一些高手乐团们一起参赛，在2018年的海平音乐季，我们获得海洋音乐季的首奖，对，也就是说冠军。但我们还是觉得说那个好像是昨天的事情，觉得很有趣。那我们有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，然后也有 Instagram。那我们在今年。筹备我们的第二张专辑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觉得我们今天的演出不好的，可以在粉丝专页上面留言，我会看，然后叫他回。删除留言这样的、啊，不要这样嘛，我们还是要回啦，这样。对，那希望我们的音乐都可以在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关注我们这样子。那如果大家对第一张专辑，有兴趣的话，其实在铁花的好店上面也可以购买到我们的专辑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叫做《天黑》。那其实这首歌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一些国际新闻，就是美国最近除了疫情这件事情，就是美国最近有关于这警察杀人的事情，就是种族歧视的关系。对，我也不知道什么。其实，大家知道这件事这个新闻吗？就是在美国现在一直在不断暴动的部分。对，但这首歌叫做《天黑》。那每次唱到这首歌的时候，其实我心情都有点难过，因为它是写关于一些战争的事情。它其实最初在写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一些事情，破碎的家庭啊等等的，大家听了就好了。带来这首歌《天黑》，谢谢大家。
我的爸爸怎么还不回家，天这么黑，我都渴望着自由啊。想起白头的誓言啊，亲爱的，请原谅我，请照顾好你自己呀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舒斌。韩空，来，好，我在等你们这句。原来你在等这句。再次嘛，再次满足一下我的卑微的心。叔叔，耶嘞，好哦，那我们再唱两个小时这样。你们是真心的要 uncle 吗？没有，他们要看那个狗表演。
不知道 uncle，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一起 uncle， 我又要在这边恳请大家，请跟我一起站，还要掉地震站好，还要恳请，要投几号？恳请，我们6月6号已经完成了，高雄朋友帮我们完成一件大事。哎、欸，这个直播应该可以剪掉吧？不好吧？好了，不要这样嘛，这是民主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好哦，你们都这样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是歌名叫做《马凡娜》，跟我们的乐团的名称是一样的。不过它的其实应该叫做中文的《麻烦娜》，就是很多事情很麻烦的那个意思。那其实你们也是只要做四个字跟四个音节的事情，就是嘿嘿嘿嘿，这没有很难吧？还是太简单了？是不是太简单了吗？不，这样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太难了。那我们就先嘿嘿嘿嘿四次，嘿乘以四，那个音节是嘿呵诶嘿乘以四。啊，没有了，开玩笑了。反正就是我们要先请我们的光头王。是。为什么你今天还要特别的去把它剃成这样？我觉得光头很舒服哦。我是不是？蛮舒服的啦，可是在台上不舒服。有点烫了。哦，好了，我们给我们的鼓手老师苏毅伦给他掌声两次。但你还是要唱歌。好好，妈妈妈，我找不到音。妈。开心点可以吗？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？带来这首歌，我是苏斌，那我的鼓手老师是所以我们是马凡娜姐妹。气象预报说天气会很好，所以决定来台东逍遥。收音机里传来了放炮，心情不美丽，只好转频道。人生很多的麻烦事烦恼，
好，收好，收好，不要让大家看着。巴拉比里波罗嘟嘟嘟嘟嘟，妈巴拉，你把手给。若是大家想要支持麻烦那音乐，我们铁花好店有贩售他们的专辑，那也期待他们的新作品。那今晚的演出就到这边结束啦，要离开的朋友请记得随身的物品好好的带走，千万不要忘记。那若是想要坐下来点饮料的朋友，最后点单时间是到10:30，那我们就地解散，大家晚安。